你好，我是 Brian， 欢迎来到我的烘焙厨房 BrianCuisine.com。 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在12月份相当应景的一道烘焙食谱——椰蛋水果酒渍蛋糕。如果你想在椰蛋节给你的家人一份烘焙惊喜的话呢，不妨试试看这道食谱，跟着我的 step by step， 你也可以轻松完成它。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开始制作这份椰蛋酒渍水果蛋糕之前两到三天，有一些基本的准备动作要先为各位做介绍。其中呢，就是我们的酒渍水果的部分。那水果干呢，一般我们会准备大概4到5种左右，其中最基本的呢，就是大概我们的糖渍樱桃。那糖渍樱桃基本上，你想要椰蛋气氛的话，就一定要有所谓的绿色跟红色。那其他的话，在基本的食谱里面都会用到所谓的杏桃果干。那除了这三个水果干之外，其他各位就可以选自己比较喜欢的，譬如说葡萄干啦、木瓜果干之类的水果干，都可以拿来做这个酒渍的动作。那酒渍我们使用的酒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的莱姆酒，就是 rum。那各位应该是可以在一般的超商可以买到这个酒类。那使用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水果干，大概准备切成类似的这个大小，然后放进我们的这个玻璃盅里面。那把我们的那个 rum 倒进来以后，就基本上只要可以覆盖到大部分的水果，大概8成到9成的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之后就是用一个保鲜膜覆盖，放在室温，就是太阳不要照到的地方，大概2到3天的时间。那之后就可以来进行这份酒渍水果的蛋糕制作。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配方里面干物料的部分先做混合的动作，那其中就是我们的低筋面粉跟我们的泡打粉先做混合，然后过筛。因为低筋面粉它比较容易结块，所以如果想要让口感比较好的话，过筛这个动作是一定要进行的。筛过的面粉呢会比较细。那再来就是把我们的杏仁粉还有我们的盐加进来，同样的混合到完全均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材料准备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香草精预先混合在我们的牛奶里面，搅拌均匀备用。在使用之前确认你的奶油已经到达室温。那我们这个搅拌的动作会利用到高速的搅拌，大概是在2分钟左右的时间。2分钟之后，我们的奶油已经打发了，接下来就把所有的白砂糖加进来，同样是打发2分钟的时间。如果各位使用的是所谓的这种桌上型的搅拌器呢，那在使用的中途最好是能够用刮刀把奶油刮到这个中心点，帮助它搅拌更为均匀。在我们要开始搅拌这个干物料之前呢，我们就换成我们的桨型搅拌器。一般的话，我们只要是搅拌到干的物料的话，都会换这种桨型的搅拌器。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牛奶跟面粉加进来。那加进来的方法就是我们牛奶跟面粉先加进一半，混合之后再加进另外一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面团混合的更均匀。开始的时候先用低速，确定里面都没有面粉呢，就是把我们最后的材料的另外一半就全部都加进来。那一样只要搅拌到没有面粉的状况就可以了，不用过度搅拌。停止的时间就是看你的面团呢
表面会出现一点点的光泽，那这时候就表示你的面团已经 OK 了。那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九制水果干的部分一次全部都加进来。那加进来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九制的这个莱姆酒的这个液体的部分也全部都一起加进去。一样混合到完全均匀就可以了，一样用低速搅拌。在我们准备这个面糊放进来之前，同样在我们的烤模呢需要做防粘的动作。那有一个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直接用这种所谓的防粘的烤油直接喷在烤模上。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东西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用一般的橄榄油、沙拉油先倒在烤模里面，再用我们的厨房餐巾纸把它均匀的抹在我们的烤模壁上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把我们的面粉放进来，让它均匀的粘裹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烤模壁上。接下来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面糊放进我们准备好的烤模里面，尽可能让我们的面糊平整，这样烤出来的样子会比较好看。另外一个我们经常使用到的步骤呢，就是在我们的面糊倒进我们的烤模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所谓的竹签去划过这个面糊。这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的馅料在面糊里面分布得更均匀，另外就是让面糊里面比较大的空气排出来。所以我们就来回的划过我们的面糊。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椰蛋酒式蛋糕看起来更有椰蛋节的气氛呢，那当然上面我们要加一些装饰。你可以用我们材料里面用到的糖制樱桃绿色跟红色来做装饰。那有一个使用的重点，就是如果你不想让你的樱桃在烘焙的过程中沉到我们的面糊底部的话，就是让我们的樱桃先沾我们的面粉，然后再放在我们的面糊上面，这样我们的樱桃就会停留在这个上方，不会完全的陷进去。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烤箱要预热到180度，或者是华氏350度。那设定烘焙的时间大概是60分钟到70分钟之间，然后把我们的烤盘放进烤箱的中央。大概60到70分钟之后呢，确认我们蛋糕是不是已经烘焙完成，就是用我们的竹签，然后选一个中间的部分刺进去。如果它出来是完全干净，那表示我们的蛋糕已经完成了。确认你的这个蛋糕是不是完全冷却，一样就是用你的手掌去触摸这个烤模的底部。那当这个烤模底部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脱模的动作。然后用你的手掌帮助它。如果你想让这份椰蛋酒式蛋糕品尝起来更有风味的话呢，在最后你可以在表层刷上一层均度陈酒，或者是我们在材料里面用到的 rum。 那最佳的品尝时间应该是在蛋糕出炉以后的2天。那我们现在就在表层刷上一层均度陈酒。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为你介绍这份食谱。如果你喜欢我的示范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Bon appétit, enjoy!